只要一听到控八控孔哦，这个就会想到中医广告了。而现在电视上呢，除了这个中医师加上金色辣妹的广告之外，还有一个新版的，不过是一个披白袍讲台语的外国医生，旁边则是一位台湾的女素人。他们到底打的是什么样的广告呢？一起来看看。一夸脑疼，卡贵皮皮喘，我是关键因车卡等你两位。哎，好熟悉，一下这里痛那里痛，这不就是中医广告吗？不过仔细看，这名外国人可是操着一口标准的台语，但广告的却不是中医诊所。英文脑镜头就是看到英文脸，会比上脑巴塞，被讲英文的是吹夸脑疼。哦，原来是英文补习班的噱头啊，和原版的比一比。造成腰疼，还是肌体痛疼？有一款情形车卡。别讲英文的是吹夸脑疼，卡贵皮皮喘，我是关键因车卡。一样在比手画脚，一样会头痛喉咙痛，正经八百的广告，网络上面还有动作版。英文脑镜头就是看到英文脸，会比上脑巴塞。别讲英文的是吹夸脑疼，卡贵皮皮喘。实在有够搞笑，但一口台语的稿子，怎么不是旁边的台湾人自己说？六六怎么讲？六六六六六六大大六六六大口大口。NG 版有够糗，原来是台语不认真啊！没关系，另类版的控八控控，吸睛程度还是100%。中天新闻刘亮和严平台北报道。